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光。今天小光来当这个试车员哦，我们要开我们这台 A186 呢，冲到终点。那终点前好像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设施啊，看我能不能顺利通过吧。Let's go！ 哦，加油们！啊啊啊啊啊！我的车，我的……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的 A186， 那怎么变这副德性？哦！撞撞撞撞撞！哇哇哇！我们通过了40码，我的车子还行吗？OK， 第二关哇，第二关看起来就有点危险。现在我们前220块钱，然后这边有一个什么速度400块，然后这是应该是每一回合可以拿到钱更多，应该是对铺满，然后这应该就是我的坚固度吧。Let's go， Let's go， 冲啊啊啊啊！啊！我的车还行，我的轮子掉了。啊！糟了糟了，只有一点点，这样算不合格，对不对？啊，只有280块。OK， 我们到第三关。哇哇哇！我们要小心一点，我们慢慢开，慢慢开，慢慢开。啊！冲啊！这个时候，啊啊啊啊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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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车还没事，我的车还可以开。我的车还可以开，哎、欸、啊啊啊！冲冲冲啊！这是一个破坏车子模拟器吧、啊？我觉得我的车被破坏，我一点都不觉得难过，反而就很开心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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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现在330，我还不行，我要再存点钱。啊啊！这根有点粗哦。啊啊啊！哟，在帮我按摩吗？哇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可以，我直接通过嘞！哦哦哦哦哦！刚才跳出什么奇怪广告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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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哇，我撞到75哎！哇哇哇哇哇哦！我现在有720块了，720块，我要先加一点钱好了，我先让我们的钱赚多一点。Let's go，Let's go！ 释放缓慢，反正就是你按住的时候，它会一直跑。啊，如果你放开的时候，哇！哎，我的车还好好的呢，哼，嫩，哎，冲啊！哦哦哦，有30等，差一点点，哇哇哇哇哇！好，旁边那台车子就是我现在冲撞的等级吧？哦，已经获得一台吉普车车啦，来，轻按全转，能不能获得我的吉普车车呢？碎啦！我们现在变成吉普车了，四轮传动。嗯，那我们这个加点速度吗？加点速度还是啊？加点继续加钱，继续加钱。我跟你讲，钱要先升起来，后面就没烦恼了。啊啊啊啊啊！扁掉了，扁掉，扁掉了，扁掉了。等一下，冲啊冲啊冲啊冲！啊啊啊啊啊！等级十，等级23不到。哎呀，可惜呀、啊！哦，之后可以获得这种连接车啊。那我等一下加速度了，哎呦哎呦，哦，现在是两台车选一台，是不是 ？OK， 我们又抽到了我们的吉普车，我不敢，这个时候，车太慢了，我的车太慢，吉普车太慢了啊，完了，啊，摇吧，直接锤烂哎，太好笑了，冲啊啊！哎，这好难哦！过！来！23，有没有23等？哦，我变拖拉车，哎，跑车等级，碎啦！我们直接拿到75啊！我们要先转这个车子啊，这次可以开86吗？86速度比较快，获了740块，哇，怎么不让我加？这顶我啊！哎、啊、还好，没受伤。完了，翻车了。同学，翻车了，我们重来。重试，他会说浪费，超好笑的。啊，有了，我们可以加钱了，我们加速度好了。我们这个速度要快啦。完了。啊啊！哎、欸，没事，过了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怎么翻车了？
回来回来回来，哎呦，碎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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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撞起来撞起来撞起来！还有没有还有没有？再来再来再来！哎哎，拖拉车！哎呀，我的八六八六还是比较不精壮啊！再抽一台，还是八六，没问题。哎哦哦，是我们的吉普车。哦，我们吉普车也来到这个关卡，这个关卡有点难哦。哦，我们两台车子是不同的钱呢。哦，哎，有没有顺利通过？冲啊！哦，我刚刚几乎完全无损呢。啊，怎么卡住了？哎哎哎哎哎，我完全无损过来哎，哭！来看是八六还是哎八六？太好了！哇哇哇，这关看起来有点难哦。加一点坚固度好了，来来来来，冲冲冲冲冲冲！啊啊啊啊啊啊啊！哦哦，我变得更轻了，我的车子变得更轻了，我的速度更快了。哎，啊啊啊啊！完了完了，的记忆都不到。哎，我们解锁了，我们解锁这台车子，我们来看看连接车，来来来来来，给我连接。哦，碎碎碎碎，再看起来很厉害哦。大货车，上啊，大货车！哇啊啊啊！坏掉了！哎，连接车比较慢哎，怎么办？我们要帮他加一点速度吗？没钱呢。这时候冲啊！完了，卡住了！哎哎哎，过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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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过了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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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连接车的主力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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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连接车好强哦！哇，65等，我靠，破纪录了，144米！哇哦，我们下一个等级是跑车，啊，这一关简单啦，这关我们加点速度，啊，冲啊！啊啊啊啊！太早太早太早，冲啊！不管了，直接撞直接撞！我无情开撞！我钱好多钱好多，钱赚满了，全赚满了。不过没有破纪录，我们开到特斯拉旁边了。哦哟哦哟，是是是，那我们换一点车子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我们换这个八六，我八六这一关有点难哦，让我看看坚固度，我们再加点钱好了，钱必须要多的好不好？我的速度很快哦。哦哦啊啊啊！我的尾椎，我的尾翼没事。啊我哦！哎，我想说我才超顺利通过，结果还是被撞烂了。哎哎，钱好多啊！有，加油八六，你的马力可以的。再来，再一个啊！碎啦！哦，八六这样子表现很不错哦。下一台是什么？还是八六，没问题。我们八六越来越关卡越来越困难哦。420块不够，慢，冲！完了！哎，冲！哎，顺利闪过。啊，完了！啊！我的车子，哎，还能走，我很健康，只是。哦，我的速度好快，哇，飞起来了，怎么会飞起来啊？太好笑了吧！哇，我车子还会飞欸，跃动冲锋、龙卷风啊！糟糕了，现在有人懂这个梗吗？旋风、冲锋、龙卷风啊！我猜现在没有人在看《暴走兄弟》了吧？啊，这个速度加快，不管了，没有什么比速度更重要啊！哎呦，这球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我可以顶球哎！哇！我顶球大师啊！哦呦，超神！飞起来！完了！帮我顶一下，再顶一下！哎，可以！啊，完了！冲啊！哎呦！撞起来！我的前面的车子轮胎坏掉了，62。哇，我们这台车是什么？然后我们这台快解好了哦。哎，转到我们的这个连接了，连接车。
加一点这个坚硬好了。哦，我们现在速度很快啊！啊，完了完了，哇！啊，不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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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啊！冲啊！就算没有后面的那个，我们还是可以冲得很快的，对吧？对吧？嗯，不对，并没有。哭啊 ！OK， 我们获得了一台新车子。现在我觉得这台车子好像没有很强，而我们也没办法加它的速度。哎呦，啊、它本身的速度还蛮快的哦。好，冲啊！飞起来！哦，碎！哇！直接重来，哭啊！再来！冲啊！哦，这次可以，这次很完美啊！我的车子可以！哇，这次速度好快！哇！37，差一点了！哇，刚刚的速度超快！这还是什么？这还是80年代那种车子吗？来，转起来！好，我们一样获得这台上面有英国国旗的这个小车，加点速度吧。完了！嘿，冲啊！可以！这不要挡！我的车还行，我的车门跟车盖现在在讲话一样，有没有？哎呦，这个转弯，看来可以哦，再快一点！啊，完了！哎呀，前面的车胎如果坏掉的话，很容易就过不去。再来，吉普车啊，86很强，我们86已经被我们改造到非常的厉害了，我们完全不怕，冲啊！看我们86速度多快啊！没事，通过！哇！我变成一个纸片了！哦，我还在跑！我还没死呢，我还在跑，只有5，太惨了吧！我变成纸片了，我还能飞啊！我的车子就是这么的屹立不拔、啊。哎呦！我们现在钱600块，600块可以再加速度 ，go 飞起来！哎呦，过弯要慢一点！哎，可以！我前面。我靠！直接被压爆！冲啊！嘿！啊，这边过弯慢一点。嗯。嗨！哎，没事，只是我们车头有点被撞到。啊！冲啊！哎，这边有点难呢，我看看。嘿！哎，车速太快。哎，没事。完好无损，冲啊啊啊啊啊！可以！我这次很啊，我的车头，哦不，就44，只跑44米。来，这次会获得什么车子呢？哦，吉普车。我们现在吉普车的能力还不够，先走。可以！啊，我车太慢了，吉普车太慢了啦！吉普车，你可以快一点吗？吉普车。哦，好，你这时候很快，可以，转弯，冲啊！吉普车，上啊！发挥你的，我的车头两个轮胎都不见了，他到底是怎么开的、啊？太厉害了吧！我们有钱了，再让吉普车加点速度。哎，小心，冲啊！啊，两下，没事，只是车门爆了。哇！完了！40、50米、60米、66、67、70米，哇，是表现不错。来，我们看看480块，不够，赚钱。哎，水通过了。哎呦，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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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两下，啊，我的车子，
哎、欸，没事没事，哎、欸，零件拆一拆，速度才会快，对吧？糟了，我的轮胎有点歪歪的。冲啊！我的八六啊，不，我的八六 ，no， 哦，我没有解锁一台新车了，这台看起来有点八零年代的那种跳跳车啊。哎啊，我们选到了跳跳车啊，我们这台车子赚钱都是一起的好吗？赚钱都是一起，可是那个这个速度跟这个耐久度好像都不同。哎，这车上是没人啊，我现在才发现，我靠，无人驾驶哎。好扯啊！我们的车子是幽灵在驾驶吗？啊啊！压到了，压到了！冲冲冲冲冲冲啊！哎哎哎哎哎！哎，没事，越过！冲冲冲！撞起来！哎呀！30米，目前我们最快哦。下一台是我们的拖拉库啊。好，那大家还喜欢这款游戏吗？大家喜欢小光被压烂，还是直直冲到终点呢？小光的最高纪录好像超过100米吧。好，那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下方点赞。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吧，拜拜。